欢迎你来跟书燕学中文。这堂课我接着讲形容词的重复。两个字的形容词已经有的了，所以只重复形容词就可以了。重复的效果就是强调。比如，每个星期天，他们都穿上漂亮的衣服。每个星期天，他们都穿上漂漂亮亮的衣服。平时，他总是穿随便的衣服。平时，他总是穿随随便便的衣服。好，接下来我读一下关键词：随便、整齐、干净、房间，这些都不难，难的是很多形容词不可以这样重复，只有很少几个可以，那你就只好一个一个记了。好，最后我再把例句给大家读一遍，这次是正常语速。每个星期天，他们都穿上漂亮的衣服。每个星期天，他们都穿上漂漂亮亮的衣服。平时，他总是穿随便的衣服。平时，他总是穿随随便便的衣服。我喜欢整齐干净的房间。我喜欢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房间。这堂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